My friend Amy was supposed to meet me in the library after school, but she never showed up. 我朋友 Amy 她应该跟我在图书馆见面，但是她没有出现。I searched and found her wandering into a section of the school that was burned down years ago. 我发现她出现在一个已经烧毁多年的学校的一个角落。I know I'm not supposed to go in here, but something is up with Amy and I.Have to find her. 我知道我不应该去那里，但是我想，但是我应该要找到她，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方块人，哇，好方啊！哇，我们好方。真的是非常复古的风格哎，然后我看到这个 Ray Moss， 哎，他很会做深蹲哎，这个很厉害哎。我看到这个大门被铁链锁起来，我就想到沉默只有四代，然后我们是一个眼镜仔。哎，你手臂非常的灵敏。哇，这个深蹲达人，健身房都不用去了。怎么啦？为什么突然这么大声？悠悠叫短声。I know you're here somewhere. Where are you？ 我知道你就在这里。你在哪里？熊熊 boss 战的感觉。I'm going to find you, my little starlet.我找到你，我的小明星。所以哦，那个聚光灯怪人跑了。我觉得气氛做得还不错哎，虽然他故意让这个游戏是那种非常复古怀旧的感觉。好，现在玩《沉默之丘》一代哦，那种远古时代 PS 时代的《沉默之丘》一代。最近真的很流行这种风格。应该是回血的，可以回血。这不是那个吗？这不是那个气喘的吸入器吗？I can use this whenever my health is low and my lungs.Need some relief，这是那个吸入器嘛？就是有气喘的人都要喷这个。为什么学校到处都有吸入器？哦，所以他有气喘的毛病，难怪刚刚会喘那么大声。Please provide your birthday so we can include you on the monthly birthday celebrations. 生日，请加入你的生日，写入你的生日。哦，这是一堆人的生日，我不知道跟解谜有没有关系。我需要拍照吗？我拍一下好了。哎呀，里面有一个天秤座呢，里面有一个人跟森森生日差两天。一张海报，海报上面画的是两个牵着手的人。
哇，这感觉好像沉默之丘哦，你看远古时代的沉默之丘，然后我们的那个健康图示是一双肺，因为我们有气喘的毛病，所以他可能会被鬼吓到喘死。怎么又要修东西了？又要修投影机了？哦，上次是不是少了灯泡？开关是可以运作的，但是少了灯泡，所以要去找灯泡。校刊。今年秋天，歌剧魅影即将上演。我喜欢他的那个音效，背景音乐营造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过度，没有过度大声或是过度恼人的音效。我这边是在讲霸凌，学校有霸凌。我看不出来他们年纪耶，是小学生吗？小学生还是国中生？这个锁链看起来超级沉默之丘，令沉默之丘粉感到非常的开心。好，这我刚刚就进去过了，同一间教室。啊 ？What the？ 他在哪里？聚光灯怪人。吓爆！他裤子很破，小腿露出来。不知道他会不会感应到我们的手电筒？他现在是在这里定点巡逻的意思喽。定点巡逻，所以我们可以在后面按三角暗杀，对不对？整个就是很想暗杀。他现在是定点巡逻，但是，哇，这个音乐超吓人哎！那重点是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哎，很吓人，大大。锁起来了啦，要死我！锁起来了！吓爆！他是可以奔跑吗？他会不会走到我后面啊？幸好，吓死人啦！这样子我要去哪里？我看
我只能跟着他的巡逻路线了。他走很快耶。Oops！ 这里，先躲在这里。等，这桌子怎么是破掉的啦？破掉的桌子可以吗？我刚说桌子吗？破掉的桌子可以吗？那桌子也太破了吧！对啊，压迫感做的还不错哎、欸。光听音效不看画面就很恐怖。我真的觉得这个恐怖气氛做的不错。他可以奔跑吗？你刚才也在奔跑。啊，他这边没有写那个控制。我不知道奔跑是不是按 Shift。我先等他走过来，我再走。因为我们走得很慢，它的设定应该是只要我们躲在桌子下面，它就看不到。好想在后面按三角按上。哎，这边有个大门，大门可以过吗？啊，可以出去，耶！美败哦，深深美败哦，来大100分刷起来，不错不错，目前玩起来感觉都不错，压迫感要做出来，那也不会太烦人。这是海报，这海报上面有一个骷髅跟一个男孩的脸，应该是要解谜吧。不是那个鸭，哦，这是那个什么团体合照。Drama Club， 戏剧社合照。Hey Melissa, I stole the drama room key. Like you. 什么？我偷了那个什么 drama room 的钥匙，戏剧社的钥匙。我把它藏在我的置物柜里面。The combo is your birthday. 密码是你的生日的样子 ，Melissa。はじめまして。カデュー様。啊，517。小云乱花钱，感谢追随的 following， 所以那个密码就是0517喽。小王八蛋，这边乱偷钥匙。他说：“你约好要跟我去看电影，那现在你要跟我去看电影了吗？”他说：“这个小孩真的很喜欢 Melissa， 是哪个死小孩啊？不知道是哪个死小孩，是一个暗恋 Melissa 的死小孩，乱偷教室的钥匙。啊，在这里，就在这里的置物柜。找 Melissa 的柜子，我是0517，517。为什么这个密码锁在抖动？七，有了。好，拿到一把钥匙了，拿到戏剧社的钥匙。What the fuck？ 又来了啦！
吓死人了，大大，每做一件事情就出来。我平常就是日文译者。吓死人啦。既然他是定点巡逻的话，跟在他后面走就是最安全的路线了。怕。是这里吗？是这里吗？是这里吗？欸，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耶。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save。来一百分刷一波。冰雪聪明。身手矫健，嗯，这里面有他朋友 Amy 的照片，这里有很多 Amy 的照片。 Wait a second，不，这不可能是他，这不可能是 Amy， 因为这些照片的日期是在25年前。What？ 但是看起来真的很像 Amy， 真是奇怪了。25年前的 Amy， 搞不好 Amy 今年50岁啊，她只是看起来像高中生，搞不好她今年50岁。哦，这是在讲说他们学校话剧社即将主演歌剧《魅影》，然后里面的演员名单有 Amber。怎么有钢琴啊？怕爆！是怎样？你确定外面有怪的情况下这样乱弹钢琴吗？确定要这样乱玩吗？这好像没有什么解谜，就是让你乱玩，而且我只是按一个键哦，就是你只要按一个键，它就是自己弹出一个曲调。天籁，太好听了吧！好听到往生，这么好听。天才提琴手森森，这是学校的照片，但是里面有一件怪事，有什么东西在这后面？哦，里面藏了一个板子。哦，他需要螺赖吧，对不对？需要一个螺赖吧来松开这些螺丝。哇，很忙哎，我要做好多事情哦。这边是不是只能用蹲着过去？我觉得他的蹲下是按滑鼠右键，还蛮特别的，跟人家不太一样。这是年度老师的照片。哦，有海报。A girl on the stage， 这是一个舞台上的女孩的海报。好的，好的，
那我们海报就拿起了。What the fuck？ 怎么突然进来了？而且怎么烧起来了 ？Oh my god！ Oh no！ Is that thing again？ 是那个东西。I need to find a way out of this room。我必须离开这里。Oh my god！I need to sneak past without letting it see me. 必须躲起来，潜行，不要让他看到我。要死我！天哪！外面怎么烧起来了？完蛋啦！完啦！要求他一直在那里走来走去，我知道他怎么出去，他一直在那里，完了，完蛋了！天哪，这样很故意耶！要求前面有地方可以躲吗？哎，真的，我们今天玩的游戏怎么都跟提灯这么有缘啊？完了，我看一下，好像还行，好像不会就是被照到就死掉，真的会损血，照到就是会损血这样。这个死聚光灯仔，看来只能这样一步一步过去了。我是看到地上有一把倒掉的椅子，但是我们躲在椅子后面有办法躲吗？有办法吗？这椅子这么小，应该不行吧？啊，可以躲这里，可以躲这里。好好好，可以。冰雪聪明，是说那个墙壁可以出去吗？冰雪聪明，哦，可能来不及了，我先躲在这里。吓死人啦！不要用那种音乐吓人好不好？怕爆！来聊天室刷一波柯基怕，没有柯基怕贴图的朋友，请你刷一波怕。怕爆！可以吧？有了！哦耶！出来了，来100分刷一波，身手矫健，冰雪聪明，硬 A 之王森森。好的，那这样可以解这个谜题了。哦，有了 ，OK， 好 ，I did it，the doors are open， 我办到了，门打开了 ，This must be where Amy has gone，I hope she's okay，Amy 一定就在这道门的后面，我希望她没事 ，OK， 好了，来100分刷一波。版结束了，我觉得很好玩呢、欸，这个游戏很好玩呢、欸，没卖呢，喝剩。Fear the spotlight is being made by just two people. Let's us hello. 这款游戏是由两个人所制作的。It means the world that you played our demo.We hope you enjoyed. 我希望你玩这个试玩版玩得愉快。The full version of Fear
the spotlight will be available in 2022. Please wishlist us on Steam for updates along the way. 这款游戏的完整版应会在2022年推出，请在 Steam 上面帮我们加入愿望清单。我觉得蛮好玩的勒，没败哦。这个游戏我要买，这个游戏我要把它加入愿望清单，推出我要买，我觉得蛮好玩的。哎，是请你们打个分数吼。对，这个是 demo 而已啦。我觉得这个 demo 蛮有诚意的。根据刚刚的 demo 呢，请大家零到一百分，请给分。去加清单，多加多加。八五九十，八五九十，九五九十，八十八五九十，八七八十。对，正式版应该会更好。八五八十八六，大家这次给的分数都蛮高的，有气氛但没有惊吓。我觉得这个游戏应该不是要走弹跳式吓人那种风格，比较接近沉默之丘那种风格吧，就是用气氛去层层堆叠的。没有看画面被音乐错到，八十九三八五八相给九十，被音效吓到一下减五分，是觉得音效太吵吗？那个聚光灯出现的那个音效，为什么 QE2 只有给五十分？为什么？是因为在我们玩完你才进来，所以你才给五十吗？七五。你是不是因为来的时候刚好我们整个都玩完了，所以你就份额给五十分？是不是被我们说中了？我觉得他怪物有模式也好啦，总比像有些他没有固定模式，就是可以随便乱放。有些游戏的怪他没有固定巡逻模式，他就可以随便乱放哦。像那个 Home Sweet Home， 就是你躲在哪里，他就把怪放到你旁边。我觉得那种最讨厌。Thank you.